亦设一古者诸侯之设也，必先行宴礼；卿大夫士之设也，必先行相饮酒之礼。故宴礼者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；相饮酒之礼者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。故设者进退周还，必中礼内至正外体直，然后持公使审故，持公使审故，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。其节天子以邹于位节，诸侯以离守位节，卿大夫以采平位节，士以采凡位节。邹于者，乐官备也；离守者，乐会时也；采平者，乐循法也；采凡者，乐不失职也。是故天子以备官位节，诸侯以实会天子位节，卿大夫以循法位节，是以不失职位节。故名乎其节之志，以不失其事，则功臣而得行利；得行利，则无暴乱之祸；以功臣，则国安。故曰：设者，所以官甚得也。是故古者天子以设选诸侯，卿大夫是设者男子之事也，因而视之以礼乐也。故使之敬礼乐而可属为以立德行者，莫若设故圣王故焉。是故古者天子之至诸侯，遂献贡事于天子，天子视之于社公，其容体比于礼，其节比于乐，而中多者的与于祭，其容体不比于礼，其节不比于乐，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，数与于祭而君有庆，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，数有庆而义的，数有让而削的。故曰：社者，社为诸侯也，是以诸侯君臣敬至于社，以其礼乐；夫君臣其礼乐而以流亡者，谓之有也。故诗曰：曾孙侯氏四正俱举，大夫君子凡以庶事小大，莫处欲于君所以宴。以社则宴，则欲言君臣相与，敬至于社，以其礼乐，则安则欲也。是以天子治之而诸侯勿焉。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，自谓政之具也。孔子射于绝相之不盖棺。131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，直公使出言射曰：分君之将，亡国之大夫与为人，后者不入，其余皆入，盖去者半。入者半，又使公往之求序典杨志而与公往之求杨志而与曰：又壮孝弟其别好礼，不从流俗修身以赐死者不在此位也。盖去者半，处者半，序典又杨志而与曰：好学不倦，好礼不变，毛其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。盖有存者，设之为言者义也，或曰舍也；义者各义己之志也。故心平体正，持公使审故，持公使审故，则设中矣。故曰：为人父者以为父古，为人子者以为子古，为人君者以为君古，为人臣者以为臣古。故设者各设己之古，故天子之大设谓之设侯，设侯者设谓诸侯也，设中则得谓诸侯，设不忠则不得谓诸侯。天子将计必先其设于则则者，所以则是也。以设于则而后设于设公，设忠者得与于计，不忠者不得与于计。不得与于计者有让萧以地的，与于计者有庆义以地，尽绝处地是也。故男子生桑胡彭始六，以设天地四方。天地四方者，男子之所有事也，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，然后敢用古也，半时之谓也。设者人之道也，设求正诸己，己正而后发，发而不忠则不怨甚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。以孔子曰：君子谋所争必也，设乎揖让而身下而以其争也。君子
孔子曰：“射者何以射？何以听循声而发？发而不失正骨者，其为贤者乎？若夫不孝之人，则彼将安能以终失云？发彼有的以其耳绝，其求也求终以辞绝也。久者所以养老也，所以养病也。求终以辞绝者，此养也。”晏亦晏。